好的，现在哎，现在是四月二号哈，法国时间四月二号，然后我们要回家了，现在在法国的戴高乐国际机场，然后我的。终于又可以买一支新的，又可以买新的，又可以买新的了，耶！小心，没有，我还是一样会买 Sony， 还是一样会买。新的，对啊。然后我要讲的是，我们今天搭的是 Hello Kitty 的专机哦，耶，耶！看。它里面的东西都是 Hello Kitty 的，哇塞！我也是耶。对啊，耶！你看，这个也是耶，真的太棒了！你看，连机票都是。你忘了吃东西？这是我的。耶！这里有一只 Hello Kitty。你看，居然大排长龙。Yeah.